阿明，都到家门口了，怎么不回家？坐在这里干嘛？就想在这里待一会儿。那行，那你少抽一点烟，我先回去做饭了。一句先苦后甜，我熬了一年又一年。曾经一腔热血的少年，如今变得沉默寡言。风雪要我两三年。让你少抽点少抽点，你看这起床才半个小时，都抽了多少根呢？我跟你讲，你要不把烟戒了，你要不把我给戒了。他没有在家，我刚从他家里出来。哎，我看到他了，我先挂了。阿明，啊，没理解。你借我的那5000块钱，你凑齐了没有啊？那个没理解，等我发工资了给你送过去行不？要是到时候少了，我在里面给你想办法。那你快点啊，我急着要用钱呢。好。来，阿明，喝点水。今天我给你做爱吃的麻婆豆腐，我回家等你。在我背包小小夹子里的那个陪伴我漂洋过海，那少抽一点。小玉，阿明，别说了，我都懂，你的压力很大，有什么事你都独自一个人扛着，不肯跟我说，怕我担心，自己却从来不肯给自己放一天假。对父母，你是孝顺的儿子；对岳父岳母，你也是个好女婿；对我，你更是百般谦让。你那么辛苦，那么努力，我都知道。我之所以让你少抽烟，就是希望等我们老了的时候，你能有一个好身体。我想一直陪着你。